人家做出来这些视频，你看着都尬，咱还别看了，还是没啥想叫到尬，吧？我也不知道啥叫尬，我又天天回尬，来了！我看一个视频给我尬一回，哎，踢不着，别别别别别，A 你一下，再 A 一下，再 A，再 A，再 A。回家了，全军出击！吃药 A 不就杀了吗？你那是啥药啊？你那是硫酸，是毒药啊！我能给人毒死是不是？那上来交闪，咱也不知道因为啥。闪现不要钱呐。平 A，平 A，平 A 吃药，跳 A，套点盐，这人技能教的是真是，啥也不说了，兄弟，你这技能是真是不要钱，让他 A 我们，致命点盐 QA 闪现走，完美。什么玩意儿能打野？一个破皎月的能干嘛？出招吧！那皎月六级前打人都不掉血，你让他来。我的猴啊，这个双 buff 看来是不想要了。啊！这猴也去一打二，哎呦我狠的猴！差点没刹住车。我一看这猴行啊，没想到吧？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，9点半了，兄弟们，9点半直播了，好好珍惜吧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们改成10点播了啊！跳上来，锤，重锤。没想到吧？我又回来了。他二弟学的什么不知道，我忘了，应该学的 E 吧？学了吗？这人怎么打不还手呢？还有谁？哎呀！居然不还手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严阵以待。跳上来，锤，重锤，锤！你要死了，你知道吗？看来你不知道。严阵以待。皎月来了，右边插个眼儿来。
哎，一开起来晕，哎呀，锤锤重锤，让他上来没关系，吃药，开大点烟 Q A 再 A， 可以接受啊，这波给他换了不错，正好我们要回家。想杀不行，杀不了。刚才我们第一没有让兵线不好，第二让卡米尔值钱了，第三我们正好要回家，第四我们把脚印给换了，完美。控兵线这波啊，可能在接下来的五分钟里边，你们都见不着这个青钢影。这个人我初步了解，应该不能上线了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我们能吸血啊，没关系。E我也不开，我们就把兵线控在这里，永远不要动。E开起来锤，跳下来晕住，开大招锤，重锤锤。好，我们继续控。好 E。他是乱打的啊，他是乱打的，而我们训练有素，严阵以待。我还有两瓶药啊，继续控一手。希望兵线不要进塔啊，千万别进。哎，这小兵我就纳了个闷儿了，你说他不搁前面 A 兵，他就硬往后边跑，那前面不有兵吗？你为啥不打呀？不还有我呢吗？打我也行啊。现在该我了。青钢影不见了，我们插个眼防止他吃经验。才九分钟啊，没关系。这永恩不死了吗？哪来个永恩？锤，重锤，锤，跳锤。永恩是哪儿来的呢？没事，我们继续控啊。看能不能控得住，好像费点劲呢。不行，费点劲呢。你像你一个零杠三的跟个一杠五的跑上来干嘛？把他们也算上。你用一个崩的人来帮一个崩的人，得到的一定是两个崩的人。跳锤，来吧，锤晕住，重锤，跳回来锤，锤重锤，
不用猴，可以也行，这猴来的也还可以啊。你要帮我拆一些塔呀，也行。3700。走回家，我们已经有点无敌了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再把来个水银骸吧。这辅助要单杀打野了，天哪，我马上到锤石，给我坚持住。来，随便打一个。哇，这猴行啊，这猴。咱先杀这妮可，锤锤，开大招，重锤。来，我们在这等一手跳眼儿，应该看没看见啊，在这等一会儿，先吃个药。塔皮咱不吃了，一会儿再吃啊，不着急。先来的是妮可，一会儿杀女警，跳下来锤，重锤，晕住，重锤。来，往这儿待，等女警。一开起来，跳下来锤，重锤，晕住，重锤，锤。下路已经变成炼狱了，我跟你们说，炼狱。嗯。茶眼跳，锤，重锤，尖。这个是真的吧？呀，这个是假的，那他也跑不了。他没个跑，我二速还，他往哪跑？那边还有猴，闪现跳，呀，这家伙还想跑了，这能让你给跑了？在这等着，点烟看不见吗？看，刚才点烟那个假的身上也有那个视野呀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啊，快救一下呀，锤石干啥呢？锤石干啥呢？锤石啊，瞎是吧？是不瞎？来个什么呢？来个九头蛇吧。把青钢影给吓尿了。我们再去一波下路啊。好，他把 E 交了，跳上来开大招，别着急， E 开起来，跳上来锤，重锤，重锤，锤锤，重锤，接重锤，这个吃药了。干哈呢？
下路乙炎又变成了炼狱，兄弟们，啊，炼狱了。我们在这稍微的等一小下啊。走过去也看不到的，走过去一定看得到。这干哈呢？这是，这是什么东西过来了？这他只有100多块钱，零杠七了，那也正常。严阵以待。这个青钢影过来干嘛来了？你在打鸡吗，兄弟？走，我们找到这个永恩。不能这么去啊。我们先跳过来，他一定是放 E。放完 E 他就在这等死。哎呦啊，小伙子，你要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这，这我是没想到的啊！这居然能把我给杀了！哎呦我操！这永恩这英雄感觉应该办削一削了，感觉。我这一看他要起飞呀，哎呀，他这是要起飞了呀，小伙子。晕没晕着？有没有跳弹？跳眼儿吧，重锤。看来我得会会这永恩了。没想到啊，小伙子，高手竟在我身边。锤师傅过来，勾搭，掉下来锤，重锤，晕住，重锤，打个红来。你还要抢红 buff？ 高省就在我身边，啊，小伙子，值钱了是吧？上回你把我杀了，这回我把你杀了，并且没掉血。我杀疯了。没有人能拦得住我。
小伙子，打人确实有点疼。看来我得出一件反甲了。可恶的勇门！我反应确实慢，一好了一直没用。我反应慢，这是事实啊。虽然这是个事实，但是你为什么要说出来？我反应慢，吃你家大米饭了。反应慢咋的了？反应慢不行啊？反应慢都不行吗？永恩等级不低，那是因为他把我杀了，他杀了我两次，你想想我十五级他几级。哎呦我这永恩无尽了。来来来 Everybody 啊，一v五一波，兄弟们先走位一走，重锤锤掉下来，重锤锤重锤锤，风筝果跳下来锤，一开起来跳上来晕住锤，重锤。我不用你在这里狂。小女警，我说了我要拿一波五杀，我说了我要拿一波喷塔扣来宣泄我的愤怒。一个小小的勇门，竟然如此的放肆，我是没想到的，太狂妄了。没想到我又回来了。嗯，哪来个人的？别走，来，谁别走啊！今天谁别走？来开个大招，锤重锤重锤，没关系，一开起来重锤晕锤。女警是吧，女警，哎呦好意，这一看这是手抖了呀。一般人呢，在接触到什么比较害怕的东西的时候，你知道吧，他就会紧张，就会抖。可以说我们像一个鬼一样，嗯，